你现在领了多少钱？大概多少？80几万。我们这种大量金额会打给天眼领，不去银行做处理的。因为我每天要睡到下午。睡到下午？那银行就关了。他要把钱领出来，这样子。对。刚刚小孩去中立拿卡片。啊？刚刚小孩去中立拿卡片。他刚刚跟我说只能提供100元的钞票，是他钱钞没有意思吗？你现在领了多少钱？大概多少？80几万。我们这种大量金额会打给天眼领，不去银行做处理。因为我每天要睡到下午。睡到下午。那银行就关了。我现在被误认为车手了。不是姓谢的。他对吧、啊？我也目前没有确定啊，因为他身上他领了80多万啊，然后身上一堆警示账户了。